夜，在某品牌的号召下，一大波女明星曝光了最新的节拍。刘诗诗身穿 GD 同款外套，搭配条纹衬衫和复古牛仔裤，气质实在没话说。大幂幂则一身黑色 T 恤，搭配破洞牛仔，显得十分俏皮可爱。宋茜身穿毛呢外套，露出性感的马甲线，大长腿显得纤细无比，酷帅十足。大表姐刘雯简直气场 max， 一双大长腿占了大半个屏幕，毕竟是专业的，节拍感实在没得说。赵丽颖则身穿粉色外套，里面的白色衬衣还微微露出香肩，仿佛可爱的邻家女孩。迪丽热巴身穿白色碎花外套，搭配同款帽子，脚踏小白鞋，搭配纯白链条包，皮肤白皙，整体感觉十分亮眼。马思纯则一身休闲牛仔装扮，脚下一双红色高跟鞋格外抢眼，活泼中透露着一丝小性感。李允身穿白色卫衣，搭配彩色外套，下身热裤露出白皙大腿，俨然一副高中生模样。周迅这气质也是没得说，黑色网格外套搭配白色衬衣，显得十分成熟知性。都说娱乐圈的街头如战场，各有各的风格，谁更时髦还真的就说不清。